自己来的呀。你爸爸妈妈呢？哟，慢点，拿着我的手，哎，慢点，嗯，哎，慢点，嗯。真是当心哦！哎呀，好可爱呀！我这个哇，还有银镯子呢。我的单车在下面。啊，你的单车？你爸爸妈妈呢？我爸爸妈妈去干活啦。去干活？我奶奶在家，我弟弟也在家。那你家里离这儿近吗？嗯，我在那边，就是红色的那个门。红色的那个门啊，那还好。我要怕你自己走远了，别走丢了。吃过晚饭了吗？吃了一桶泡面。哇，还挺能吃的。千万别拉它，别把那个银镯子拉掉了，这很值钱的。哎，那里还有睡觉子。对，还有睡觉子，这个地方可以当床，晚上抬头可以看星星。嗯。你几岁了呀？四岁。哦。你别摘下来，它会丢的。值钱的这个，这是炸鸡我妈爸给我的啊、嗯，它是银的，这可是珠宝类呀、啊，千万别弄丢了啊！嗯，你带什么？快带回去，带在手上。哎，我带不上去的。嗯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，慢点。哎呀，慢点，哎，一点点来，一点点来，一点点来啊！哎，对，一点点来，哎，一点点来，这别拿下来了啊！哎，小胖手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到的手都烂了，这怎么弄的呀？我自己撕它就烂了。哦，是东西砸的吗？对。哇，太淘气了。哎，那有个大螺丝，可以解一个呗。啊，这个螺丝，哎呀，那个是活的，看到没有？那边那个还动呢，黑的那个。你说是吧？我为什么不动了？嗯。为什么不动了？动了呀，你看它往前走呢，一点点挪。这螺丝活的，原来是吧？滑呢，好像是螃蟹耶，好像像螃蟹呀、啊。慢点啊，夹不动了。他累了就歇一歇。那边有个海草啊，那是海草呀。哎，那还有一条鱼呢。看你看那个、旁边那灰色的就是鱼。臭啊！嗯，臭了。我们要不要把它放回去水里？不用，因为它已经死掉了，已经臭了。会把人臭死掉的。哦，你放水里，它就污染水了，在水里面也不会活的，就放在那里当垃圾了。马上这些水就变黑了，是变臭了。是的呀，污染了。哎呦，咬死我了，全是蚊子。你为啥坐船呀？哎，我就是。我喜欢，没做过，好奇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我昨天他的背着船过来了。啊，你坐过船吗？没有。啊。我找到了，我会坐。啊，别再弄了，掉了丢了就可惜了，那是银。掉到水里面就可惜了。是的呀。就沉下去了。是的呀。这也太深了吧？啊、哎，超级深。你别往这水里走啊！别玩水。这个水也太。这个水太臭了吧？是啊，别把鞋子弄湿了。我穿的是拖鞋，还有袜子。但是你拖鞋里面有袜子呀，袜子会湿了。他卖的吗？还走呢。买啊！走一走就累了，走走停停。嗯、你爷爷奶奶在家了吗？我在转圈圈他。啊，转圈圈啊？是叫你呢，不是啊？你每天都自己出来玩呀？对。它会咬我吗？不咬，这东西不咬人。你拿它的壳，用两只手夹着它的壳，它不咬人的。你试试看它。你不敢试啊？你试试看它。那我试一下呗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它不咬人。我小时候也会害怕，因为不了解呀。哎，不用怕。不能过去。对它这样子，它就没办法走路了。这样好，啊。他不走路了吗？他现在不走了，他发现我动他了，他就觉得有可能很危险，他就假装死掉了，一会儿又偷偷摸摸的走。那你
把它放到水里面。哦，你不敢呀？会。啊，你不是勇敢一点呀？放在水里面。放这里。放水里面。好了。它掉进去水里了。嗯。它淹死了。它不会淹死的，它在水里生长的。哦。它在泥还泥里面还有土里面生长的，它不会淹死。哎，这个会动吗？那个我就没看到会不会动，好像那个不动了。动了，动了。这个会动，动了动了，全部都会动。是的呀，那个也会动啊。啊，那都是活的。你把水果折了。那是不是家里人？这有没有你家里人呀？有啊。你看到你家里人了吗？现在？没看见。那你每天都自己在外面玩，每天自己在海自己回家？你不怕有石头夹着？啊，那你不怕有坏人把你带跑了？我有大车，我骑得快。哇，他追不上你是吧？对。哇，真厉害！又不会游泳。对，我搭进左边的那个奶奶的那个。嗯。那个孩子会游泳。那个孩子会游泳。我躺会。躺，你也躺会儿，躺吧。还挺会享受的呢。你看这小鞋鞋，躺会儿吧。哇，这有个绳子啊。嗯，我想绑过啊。他不要不绑这艘船，这船就走了。船就走了，我们就回不来了。对，船就会去那边了。嗯，对的呀，有可能在中间，哎呀，靠不了岸。哎，怎么下雨了？是的呀。怎么下雨了？我说那边有太阳吗？那边太阳，我们头顶是乌云呀。要到今晚上了。嗯。太阳要上山了。那太阳要落山了。对。嗯。马上就到今晚上了。是的。没有打到今晚上吗？你看到星星和月亮了吗？被乌云给遮住了是吧？没看见。哦，没看见。还没到今晚上的。嗯。到今晚上，全部的人就来了。哦，我站起，没来的没。哎呀，哎呀，没有啊。这蚊子。睡会儿吧。我天，真会享受。